啊，阁有所有在座咱上届疼惜春庭、上届甲春庭支持的遮乡亲、士大、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县议员候选人黄春庭。自参选以来，我受到真侪、真侪、真侪人的照顾甲鼓励，而且春庭要向伊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各位。谢谢。而且我要感谢的人有真侪，首先。我要感谢甲我谈成的馆长候选人林之妙林镇长，谢谢。伫个我来当担任这个竞选总部发言人的期间，咱的镇长之妙镇长未来的馆长，唔但一届甲春庭讲，春庭，咱爱甲基层徛做伙，春庭，咱爱用心来听基层的声音，安尼咱做出来的决策，这是基层上界需要的。一个父母官无私的领导，做对的代志。把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林之妙未来的决定。我们大家思考一个点，我们是要让一个立委七年来连一个铁路高架都没法给我们争取的立委来做我们的决定，也是要一个真真正正为我们人民来打拼站在基层做伙的人来做决定，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点。第二，我要感谢是我们吴秀玲吴镇长未来的镇长吴秀玲议员，以上我要感谢吴议员。我伫对伊个身躯边学习个时阵，委员唔单一个甲我鼓励，伊讲春庭，我甲你讲，只要咱认真、骨力拍拼，你对着我安尼来做，咱个选民一定会看到咱个付出，一定会甲咱支持甲鼓励。我敢讲，如果吴秋玲伊伫做议员个这段时间内底，伊讲伊个文件、甲伊个服务、伊个好样着是第二名，绝对无人敢讲第二。而且我要甲大家报告。咱是要选一个选掉了后三年半拢无看的人，最后半年再来讲我真勤，我真拍拼的人来做咱的镇长，也是要给一个真正好养叫，随时叫有人养有路的人来做咱的好镇长，咱大家会使思考一下。第三个，我要感谢是咱陈国贤陈镇长，因为我是一个新人，伊愿意来做我的主任委员，我感觉非常的欢喜，伊安尼给我支持、甲鼓励，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上个重要要感谢在座各位，因为若无恁今仔日的支持、恁的关心、恁的照顾、恁的鼓励，春庭今仔日服务处无法度来成立。再一次深深的鞠躬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是最棒的。少年人要做的代志真多真多，春庭是两个囡仔的妈妈，我针对囡仔健康的问题，我非常非常的注重。伫个这个部分，我向大家报告，我头一个政见是反对深澳燃煤。这个电厂的设立，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政府可以骗我们，他可以跟我们说那个煤是干净的煤，但是春庭无法度骗自己，无法度骗囡仔，更加无法度骗选民。对的事情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是春庭的坚持，这是春庭对囡仔教育的坚持。107年一直到104年的期间里面，我们的卫福部有做过一个调查，一个数字，每一年因为肺癌来死亡的人有1400万人，至1万4000人，至15000人。伫个105年，增加到16000人。而且即内底有一半以上的女性，伊是无食薰的，伊嘛无煮食的，真侪。表示讲咱的空气真正无好，所以咱才会受到安尼的伤害。所以整体嘛要甲大家讲，深澳燃煤电厂绝对不能设立，而且国际。差不多四天前，吼，咱的台大、甲咱的中兴大学，也阁有咱的这个绿色和平这个团体，有做过一个报告。伊讲，如果深澳燃煤电厂呐设立15年，会有每一年增加500多人的死亡，因为深澳电厂的设立。所以，整体要甲大家讲，咱无希望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受到安尼的伤害，受到性命威胁。咱嘛无希望咱的囡仔未来爱开一个。上锁，还是讲开一个这个氧气筒，才会当出门。这嘛是为虾米？春庭要用守护罗东、创造幸福来做这个口号，因为我真真正正想要为咱罗东人做代志，想要为咱大家争取更好的健康的环境。而且我嘛要拜托大家，嘛要恳求宜兰这个县政府，还是讲咱的民进党中央政府，会当收回这个命令，唔通让这个恶的政策来伤害咱的人民。而且要拜托大家，甲春庭徛做伙。嘛，跟咱未来的馆长之妙徛做伙，跟咱未来的议员吴秀玲徛做伙，
咱共同来拍拼，拼出咱宜兰的好生活，拼出咱罗东的好生活。11月20日这一天，我嘛要拜托大家，咱在座有真多真多的候选人，都是非常优秀，而且真真正正咧关心咱的地方。我希望在座所有的候选人，拢会当顺利投票来当选。我嘛要恳求各位，今仔日进行的服务就比较顺利，只是一个开始。我的服务要直接出发，我也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阵，常常来服务处坐，来这泡茶，来这跟村民开讲，来这听村民讲我的宜兰应该是什么款的，嘛，甲恁对宜兰的想法甲梦想，甲村民来讲，让我会当尽心尽力来为大家来做。而且村民也要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平安顺利、事业大展、家庭和谐。村民在这里。深深一鞠躬，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谢谢。